Ultra One， 我们来玩个快问快答接龙挑战吧。可以啊，来吧来吧。京东618有什么零食推荐吗？当然是格力高百奇系列啊。百奇哪种口味你点赞超多？牛奶味、草莓味，超赞哦。说一个百奇的优点。饼棒是直发酸。一句话形容百奇饼干棒。口感酥脆，咔嚓不停。是什么让你爱上百奇？轻巧精致，好吃不腻。你会在什么样的场合推荐百奇？聚会闲聊，伙伴分享，追剧必备。猜猜今年百奇有几种口味？当然是七种了。你能用 party 快乐618三个词造句吗？618 party 带你快乐无惧。那今年京东618百奇有什么福利惊喜吗？悄悄告诉你，限量百奇礼盒，超低价哦。这么便宜，哪里能抢到？6月16日逛京东超市。太棒了，在哪个频道参与呀？当然在京东超值美味频道，放开吃。格力高京东自营旗舰店为你带来超级可爱的 Pocket 饼干和 Into One 的周边哦，还有超多惊喜福利，618等你来哦。